宝贝，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我刚洗完澡。哦，你在家哦？啊，你等下来接我下班。接你？可是我刚洗完澡哎、欸。好，算了算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你生气哦？没有啊，我干嘛生气？那、啊、你这口气就是生气啊？没有啊，我干嘛要生气啊？我就下班了，我自己回家。你就已经洗完澡你在家，麻烦啊，不用啊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去接你啊。不用，谢谢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回家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很好。我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都一样，没有差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等一下会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家。干嘛？我等一下接你哦。嗯。嗯。好，拜拜。白目，就叫人家凶。